单身狗千万不要看这个视频。今天泰国小哥哥约我出去玩，他说要带我去一个外国人来泰国必须去的地方。小哥哥，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？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跟我来吧。我们到了，这里是曼谷星火色夜市 Jot Fair。 来，我亲自带你去走走。小姐姐，今天你开心吗？和你一起出来玩太开心了。这么开心的话，那就再来一口吧。啊！各位单身狗们，我提醒过你们了哟。